戴眼镜、穿围兜的志工许维村是中山区的面包达人。邀集志工和社区民众30多人制作面包，为国际赈灾募爱心。上人呼吁我们大家善念共振，爱串联。当新闻播出的时候，我的会员们还有社区师兄姐们的会员，大家都主动。 捐款，甚至串联公司同事们的爱心。这一次制作面包的意义，就是要与这些有善心的人士们，一起分享。揉搓成条，切块，称重，每个步骤都讲究，更把爱融入其中。志工们起而行，汇聚点滴爱心。大爱新闻，真善美志工李洪德、郑惠美、林秀美台北报道。